来一位网络也是小红人，他来自大洋彼岸，来自美国。就是因为他十一岁的时候，他翻唱了一曲《冰雪奇缘》的主题歌，一炮而红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一起掌声欢迎 Lexi Walker。接下来我们有请420互联网大事播报主持人陈。